一起看片儿，看什么片儿？我也不知道啊，现在没人录的话，有人可以录吗？有谁会录吗？那有谁会录的话，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你可以说啊，很辛苦啊，录视频还录直播还是，他每天都要开着电脑录的话，很辛苦。你可以，谁愿意的话也可以给我说，你授权就好了。对啊，只能说，好像天回他以前是他说的是什么，写了一个什么，我不是很懂电脑的话，写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可以自己那个自己叫什么，自己录，自动的录。其实录制的话倒不需要编辑，就可能需要转一下格式，就用格式工厂转一下。然后，哎，然后就发布就好。脚本，脚本。突然想不到该说什么，脚本，对，脚本。对啊，一般都是10点再开始 SMR，大家没有那么早就开始睡觉吧？你睡不着的。大家现在，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大家的一个作息都是偏晚，就睡觉推迟。如果早上可以的话，也会早上起来比较晚。没有，周末的话都没有早上。哪儿啊？猪在哪儿啊？猪在哪儿？猪，找到猪猪可以给它东西，又会跟着你。哇哦，正好多树。想致富，先砍树。现在好多恶魔花啊，赶快走，赶快走。对呀，他会帮我们打架，但是他只会跟我们一会儿，如果你不持续的喂他东西的话。快入夜了，我需要火焰。火，冷，这个现在应该是春天还是秋天？不应该冷的。没有了。那看挖一下洞，看能挖出来什么。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可以放回去。希望不要挖出来幽灵啊！我很喜欢在墓地去挖一些可以挖很多东西出来，但是有可能会挖一些幽灵出来，就比较麻烦。哎，还有一个这个，你看就可以那个什么，挖很多东西出来。你看有一个办法，就是你那个。你可以鼠标这么点着，它虽然说是装不下了啊，你把它鼠标点着拿着走，就还可以。那等一下，你可以强行的多装一点东西。
这个没有联机，现在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在一个寂寞的偌大的世界。我不知道这个地精玩偶有什么用，但是可以拿回去装饰我们家里。我家在哪儿啊？哎，我家在哪儿？我好像越走越远了。Oh no！ 我家在哪儿？在这儿。走上去，记住这个位置。给猪王换，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猪王呢，还没有找到猪猪。没有找到猪猪啊！回来了哦，马上就天黑了。现在还没有冰箱。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先放进去，像这些我们平常暂时用不上，就放进去。我看还有什么不要的，放进去。齿轮、红宝石，明天再去那边给看一下。我可能和你们男生不一样，男生的话会比较有冒险精神，就晚上还会，比方说晚上还会出去弄一些去找一些东西，我就比较胆小，我就不敢，我就哎，我还是待在家里好了，我不出去作死。我再去把那边的那些东西捡了。绳子啊，这些，采一些浆果啊，这儿还有一个火把，饥荒，这个是饥荒，饥荒，我们来再继续挖墓，挖墓地，找刚才墓地在哪儿啊？我每次戴上这个就这样子。挖墓地，剥融化的大理石。蓝宝石、蓝宝石、红宝石这些好像是有什么用的，我记得。可以调配是魔法药剂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用，好像是。假牙！天哪！我该出去了，我现在精神下降的有点快，有一点傻了，有一点开始，出现幻觉，出现那些怪物了。但是把那个怪物，你其实把那个怪物自己打几次打死之后，它会，它会那个，它会出现那个恶魔燃料，就是我会比较怕，我就不敢跟他俩刚。我看几点，37，你待会儿就下吧，玩不了多久。待会儿就下。哦，我现在是精神低了，它就会自己就会着火。拿什么东西换？吃一个这个灰烬银鳌，有好像是有用的。晚上好。背不了了，走吧，回去，我去放一下。
造一些东西出来，造一个床出来的话，造个床出来的话，我看一下。造床出来可以恢复一下精神，但是我想知道那个，大家都说图书管理员很厉害吧，但是他不能够睡觉呀。比方说他的精神值特别的低了之后，他应该怎么恢复精神啊？他不能睡觉，怎么比较快速的恢复精神？那还要再造一个箱子才行。吃仙人掌啊！帽子不一定啊，可是帽子恢复比较慢啊。采花，我知道，采花回精神。绿蘑菇，有时候我没记清楚哪根蘑菇是干嘛的。就反倒吃的精神还降低了。炼金是需要。十块金和这个哈，十块我可以造了已经。需要几个来着？看一下，两个。然后木板，我还有金子，哎，糟了，我没吃的了。没吃的了，我觉得两个人玩会好一些，就一个人负责去找东西，一个人负责去弄什么吃的呀、打吃的呀这些。还差一个。一个人负责吃，对，一个人负责吃东西。哎，赶快把这个捡起来，只能够靠捡种子来度日，好惨，太惨了。其实这些都有一点那种过家家的感觉。一个人负责在家里混 找一个长矛出来。人多这些，我怕别人拿我东西。不不不不，no！哇，哦，吓我一跳！要啊，10点开始，现在还比较早，我好饿呀，我要饿死了。切斯特，我有一个木质的，先把这个穿完啊。
叫什么？宝荒，宝荒，我记得我家附近是有一个，家附近有一个虫洞吧，好像记得。兔子什么的很难打，我觉得根本打不到。飘飘，还有那个鸡也很难打。一会儿家没了，他主要是精神下降的话，就会出问题。和蛛王换东西，但是蛛王好像一般都给你弄的是，一般都给你的是金块啊。我觉得金块后面好像没什么，你到处收集了很多金块，他给你金块没什么意思。我要弄一个草龙了，我得弄一下，我得弄这个，补几个。但是我好像身上没有草，身上没草。看这里离我家远不远？不远，就在这儿先放一个。把种子当做诱饵。哦，我要饿死了。你先找一些种子。饥荒，其实春季的时候，比方说，如果你的家里春天的时候，你家离的牛不是太远太远的话，春天的时候会下很多青蛙嘛，然后牛就会和青蛙打架，他们一打架，就会地上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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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青蛙腿儿，真的是放在冰箱里都要烂了，还没有吃完。我现在没找到东西吃啊，没找到，这边不对，看起来。我要饿死了，我要饿死了。下好多好多青蛙。这怪们都还没有长，没有长出来，好烦啊！我要饿死了，我要饿死了，我要赶快回去吃点种子。主要是还是，如果可以烤种子的话，稍微长得多一点。这，吃点种子压压惊。好惨啊，吃种子来维持一个生活，好惨，真的是饥荒，饱一顿饥一顿，应该叫一直都在饥。好像听起来不太对，不准抢我的种子，这是我的。饿死！没有找到好多吃的地方。没有找到有很多吃的地方啊！这有什么来着？哦，这是兔子。哎，还没有抓到。
一般要等一天，第二天再去看的话，才会有。闪现，天黑了我，你们看到我的脸应该都会黑，屏幕黑了。但我现在没有找到胡萝卜，还，我之前都只看到一些灌木，但是灌木的浆果都已经被吃了，被我给摘完了。单机，这是 CF 啊，你看不出来吗？垃圾游戏，抄袭的是 CF。太惨了，天天吃种子。拿火把捉鸟，鸟要睡觉吗？我现在为什么要穿这个？穿背包啊，真的没必要呀，这个。急弄，等我要放火烧山之后才有炭来做锅。放火烧山，鸟要睡觉是不是晚上？给我现身！我知道可以挖草皮，但我现在还没有做那个，没有做草叉。现在我看一下时间啊，51了，快了！宝贵的亮光消失了，天也亮了。我去看一下我的陷阱，看看我的陷阱。我陷阱怎么都没有 ？No， 草也没了，附近。我觉得我是之前玩了很久，我是夏天没有能够熬得过去啊，夏天简直看着那个天气惨白惨白的，好难受。夏天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热能器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冰箱里面然后带着出去，我还顶着冰块啊什么的，但是顶着冰块你身上的湿润度会急速的上升。什么鬼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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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啊！打死你！打死你！他为什么咬莱斯特啊？切斯特！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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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肉又不能吃，对吧？怪物肉好像是不能吃哎，我记得。
我这个出生的地方周围怎么那么他烤他吃的不是他吃的不是要那个吗？会精神下降啊！打你打你！这鸡鸡跑得很快，根本打不到。我要先找一下猪在哪，找猪在哪。哦，蜘蛛。我打不赢蜘蛛的，快跑跑跑跑跑！扔果子，但我现在还没有果子。哎呀，找到猪猪了，找到猪猪了！猪猪吃了怪物肉，好像是会发狂吧？我记得，不会啊，哦，猪人跟着，找到猪猪了。找一点花来回一下血。这个是什么？是什么蘑菇？绿蘑菇。哦，红蘑菇我找到了。哎，我有果子了。鸡鸡快来！哎，怎么鸡鸡不来啊？快来啊，鸡鸡！你看我给你丢果子，果子。刚才谁说丢果子？他要来啊，他要来啊，没有来啊。它围在上边，可不可以？好了好了好了，不玩了不玩。那时间差不多到了，不玩了。是很自律的。等一下，我调一下这个，要换一下。嗨 ，Hello， 为什么外边有人在跳舞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听到？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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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跳？按理说他们的广场舞不是应该9点就结束吗？嘣嘣嘣嘣嘣嘣！
化妆品推荐 SM。我也没什么特别好推荐的，其实我也没有用很多种化妆品，所以没什么新的。小红，晚上好，晚上好，我准备先去尿尿，先去尿个尿，先关了，去尿尿，我去尿尿了，尿尿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好像以前有给你们看过。指甲要开，需要重新做，都掉了。这头是这样的，有一些灯。然后，它是装电池的，有几节电池。弄不下去。打车又来了。它会震动，就肯定会有人说：“它其实它有一个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科幻片的现场，看它可以形成这样的红色的光斑，好炫酷！它是用来照脸的，照痘痘的。它是蓝光，其实是蓝光，能看不出来吧？它是蓝色的 LED 灯，然后加了一点震动，就是你的蓝光是消炎，所以你长痘痘了就用它来照，说是可以帮助痘痘更快的消炎消下去。那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感觉，这个不是，它不是紫外，不是那个，不是紫灯，它是蓝色的。可能这个上面有色差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它是蓝色的灯。拿远的看好像是有一点紫，就这样凑近的看是蓝色。它只是蓝色的 LED 灯啊，又不是紫外线，不会晒黑的。
小痘痘的话，好像消得比较快吧。如果是大的痘痘，没什么屁用，感觉。刚才是土，吃土的少年要听土，然后是水。目前水是我最喜欢的。水，再之后是气，手好软啊，这样刮，这样一只手就好累啊。他这样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这么做真的一点都不会，因为这样。大车大车大车来了，大车来了。No， 我们先把耳朵捂住，大车。都在，他们在干嘛？晚上好。天哪，好吵啊，受不了了，太吵了，一直这样，好讨厌。听，你们听得到吧？OK， 听到了吗？
声音很大，我不知道你们听这话是怎样。不是非常听得到，稍微把这个收音关小一点。接着来吧，就到我们的气。气，突然一下。气也很好听。然后最后一个火花，火听起来就要明亮和清脆一些。早啊，在淘宝上就有的。万能的淘宝。要不至于吧，每天换衣服啊，我洗不过来，晒不干，现在这个天气。嗯，还有说想听雨棍，因为他们都是相当于是乐器啊，那我们就听一下雨棍。嗯，雨棍的话声音关小一点点。
该就是那种听到流水声，会很想上厕所的那种。洗脸刷碗说的是，甩的，你是指蛙鸣吗？那个蛙鸣，蛙鸣的，对，哈哈哈的哈叫什么？哈？那个得把声音关得特别小，它本身的声音真的是超大。这个，你说的这个对不对？它的声音是超大，我把声音关小。它很吵，但是比较有趣，你可以把它用在其他地方，但是它不是很耐用，因为它的结构吧，其实就是有一根这样的像鱼线一样的东西套在这个棍上，然后你要一直这样磨的话，肯定有一天线会磨断的，所以
所以不是很耐用。在我们回到我们正常的一个流程，从音叉开始。正常的音叉，正常的敲，我一直都还没有去买跳跳糖，那个哪天过去，去有跳跳糖卖的那个地方过去了，买了就还会再有的，但最近都没有过去那边。好像每次说到跳跳糖都有人说污，我以前还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看到有人解释了，我就那个也不能是跳跳糖是污啊，因为跳跳糖本来是一个很纯洁的东西，就像说不定哪天音叉也可以，你把它变成一些很污秽的一些玩具，什么什么震动机什么的，对不对？不能够说跳跳糖就污啊，是那些用奇怪使用办法的人污啊。还能怎么玩？就是敷在脸上当一个气泡面膜吧。件短袖，就立刻想到白臂膀。
其实也不光嘛，人类的想象都是特别厉害的，就好像我以前有转过一些微博，就是在一些女生看到一些俯瞰拍的一些土地什么分隔的那种土地的一些图照片，立刻就想到了遮瑕膏的一个盘。再比方说看到一些地砖什么的，就想到了眼影盘，这也是很好的想象吧。错过多了，错过了，错过了什么来着？忘了，错过了饥荒，就好像在比如说看到什么，看到厨房的那个灶的那些煮饭的那个灶，圆的嘛，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一些形状嘛，就是灶台，然后就想到了电脑的风扇，电脑的风扇，男生的话就可以想得到。散热扇，对不对？是不是叫散热扇？我前天把50度黑看了，但是我看的那个版本是吧，所有的激情画面都是剪掉的，就是一到那他们开始接吻就看没有了，直接跳到下一个画面。然后我就看那个健康版本的50度黑，然后我发现这个50度灰和50度黑的剧情的话，真的就是网络的霸道总裁和白莲花的那种剧情一模一样的套路。所以说如果没有那些激情片的话，应该没有人愿意看。就是好单纯好不做作，跟外面的妖艳贱货都不一样的那种女主角。没健身，睡到下午才起床，哈等就早一点休息，早一点睡觉。
吃脑子的声音。做了一个仰卧起坐，网易云我也没有，还没有录新的，这周应该会录一个新的。这个是 SC 的一个紫色，对呀，45了。不过我们那儿呢，一般人能够活三百岁，所以45在我们那儿还是少女阶段。你能够活300岁吗？你能够活300岁，那还可以这样做，啥呢？应该是这样，我要打电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宝宝嘛，就又可以打那个电话了，那个幼稚的电话。两个小朋友啊，正在打电话呀，喂喂喂，你在干什么？
对了，现在有女生在吗？有女孩子在吗？嗯，有平胸萌妹在吗？平胸萌妹，对，我跟你们讲，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如果说你想丰胸哈、啊，我前几天看到一条微博，是日本的，一些明星女星，不是 AV 女星啊，就是女星，然后他们在讲就是怎么做到胸大，然后身上还瘦的，就是很瘦但是胸很大，怎么做到的？就是一定要先胖一次，再减，胖一次之后呢？你在运动的时候把你的胸用什么绷带呀运动胸衣这样缠得很稳固，然后你在跑步不要让它晃动，这样减的话就不会减胸，然后你的大胸就留下来了，但是你又瘦下去了。是不是好主意？万一没下去呢？那就是恢复正常嘛，也没什么。那你可以去做医美吗？去抽脂？我没事啊，我一直胸都大，不需要试。这小蜜蜂，哎，我只是平常都比较喜欢穿不太显胸的衣服，因为显胸的衣服会显肚子，你懂吧？我有小肚子，所以我都不会穿那么紧身的。放桌上，对不对？没有骗你们，真的。
掏耳朵，进入我们的掏耳朵的环境。比较早的时候在玩游戏，但是十点我们就准时开始走了。MT 的 summer， 什么是 summer？ 我们换到小头爸爸。成炭，穿个毛巾织布，哇哦，哇哦！我今天没有发你通告，你不要叫。它的主人在叫它。
听声音就能把狗的声音听出来。为什么我说静音钢？我应该说静音枪啊，为什么我要说钢？为什么中文和英文突然混在一起了？静音钢 ，what？面前，来刮一下。哎，他的耳朵上面有毛。梳头发的声音声好听，特别喜欢听梳头。以前看到一个微博上面看到的，就是说什么电视里啊、动画里啊，一对情侣两个人躺在床上，什么从背后抱着，看着很温馨的呀。他说实际上的情况是，你压到我头发了。安耐莎，我用的是安耐莎的防晒，还可以吧？我感觉夏天用那个没有被晒黑，安耐晒还是安耐莎，我记不得名字，反正就差不多。
其实你用完防晒的话，最好都卸一下妆。安耐晒的话倒不会变白，但是我觉得稍微会有一点油。防晒并不是说怕晒黑啊，防晒是抗老啊，因为紫外线是衰老的敌人，不是衰老的帮手啊，不防晒的话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有可能会造成你的皮肤会出现问题，暴晒的话。但是我比较懒，我就只有夏天每天用防晒霜，我平常不是夏天的话就用一下隔离啊，反正隔离上面写的有一些防晒的指数，我觉得啊就这样吧。对对，男生的东西不懂，可能可以买一个泥面膜，偶尔做一下吧，清深层的清洁一下。自己会要护理皮肤啊，真的太好。基本上周围的男生，比方说我嫂子也是说给她老公涂脸上的东西的话，就是你给他涂的话就，哎呦笑死我。MT 你好懂啊，我不是我 MT 是我 Tempit 超级懂啊，是一个很会打理自己的男生啊。
我都不懂，饱了。水乳就是，水乳交融，不是，水乳就是爽肤水和乳液，之类的。先隔离，再防晒。SK2 我真的不会推荐，我个人可能不适合我吧，我个人用了屁感觉没有。没用过科研室，我也想知道什么祛痘印。我是油皮，我用 SK2 用了好一年多了吧，还是依然那么油。该长痘长痘，该油油，该黑眼圈黑眼圈，该怎样怎样。感觉被骗了，广告打得好。La Mer 呢，我是买过它的小样，太贵了，买的小样的那个眼霜嘛，这么小一点点儿，但是我一涂上去就觉得，哇哦，这个质地好像很棒哎，但是太贵了。
没有吃脑子，待会儿。专柜买，我现在只去专柜买，没有代购让我觉得可靠的。我也想知道去红豆印，我基本上留下来都是红豆印。其实你要想啊，你在专柜买，专柜它会有商场会有活动，比方虽然说少的不多啊，满1000少100之类的，但是还是会少一些，再加上基本上。很多很多品牌的话，它会有会员积分，你积分满了多少，它会送它，它会送正装大小的产品，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毕竟可靠。代购真的大部分代购都是真假夹杂着卖。你就早点睡。敏感肌可能要适合用。成分比较天然一点的牌子吧，喝一点过后，我想喝10点过后，不过我个人觉得，你要真的想什么护肤品可以让你的我眼鱼尾纹都去掉，那皮肤松弛都什么提升紧致，我的肤色暗沉全部肤色暗沉啊，什么雀斑啊都解决，不可能，想都别想。咱说保湿吧，主要你要真的追求。功能性的东西的话，我估计还是得去做医美。虽然我对医美不是很懂，但是我想多去了解一下。比方说以后去做什么祛痘印的、祛痘痘的、什么什么溶脂的、减肥的。
我们吃点饭，先垫一下我肚子，好饿。哎，还有最后一个。激光去痘印，哇，这个是专家呀，我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我只知道一个什么激光除毛医美，还有一个叫什么，看到有一个美妆博主发的，他去做了一个什么什么冷冻溶脂，好像还有用。女追男，隔层纸，加油。男追男，加油！这个不能喝啊，一个是婴儿油，一个是洗甲水，不能喝，不能喝。
也不知道现在录播要去哪看，没有人录啊。飞机杯，这个直径的飞机杯，箱子里面，嘿嘿嘿，超级大箱子，这个是。把键盘推开一下，有个纸箱子，像这样能够一起放进去。声音不行，声音稍微关小一点。现在还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嘿，你还好吗？在里面，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有一个这个年纪。打包发快递，我曾经几年前有一个就是把麦克风放在纸箱子里面的视频，我连续听了几个月，好喜欢好喜欢那个声音。
关一点气进来。刷子刷一下吧。啊、哦，佳琪，别说了。你们戏好多呀。对着箱子，对着箱子，就哼，就是这样。快点上。脏的，我不应该讲。外面有人说话呀，我把你放在箱子里，里面可能都能听到。谁这么大声？把这个撕下来。
放得出来。又呼吸到新鲜空气了。什么的粉扑，晚安。好饿呀，我今天只吃了一顿，看来是饿了，是真饿了。吃过脑子了，就没办法再吃，吃完了没有？我明天去买一点新的。
祝一切顺利啊，早点解决。我们到飞机场了。狂风，然后感受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晚安。以前是听回忆在录，但是他现在不录，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录啊。恭喜啊，你从此可以和室友一起相亲相爱的听直播了。音乐要倒数才有，再一次加油。
到海边。听着海浪，归深好。好了，这一阶段就到这里。下面是玫瑰干花吧。听一下玫瑰干花，加上波，嘟嘟。
风铃和雨棍，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按摩耳朵了。先从土开始。有人特别喜欢土吗？土的声音大概是平常吃的很多，所以很亲切吧。这是土。等一下，调整一下。对，靠着那边。我调，它一直，怎么一直？哦，它的线被这个绕上去了。等一下，好了。声，土的声听上去有一些神秘。右边也会飞。然后啊，接着呢是水。这是水，土真的还蛮好听的。然后我们倒气，倒气。气，
气比较空灵一点。来听一下火，这是火，火的声音比较的明亮。好好，再听一次土，一下。听懂了要吃多。我的肚子又叫了。我好饿呀，好大一声。我要吃土了。因为我今天只吃了一顿，所以我现在很饿啊啊！刚才已经肚子都已经叫过三次了，喝点水充饥。听一下雨棍，听了雨棍之后，我们就开始按摩耳朵。
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耳朵按摩的环节了。先是不涂抹会胶，然后待会儿我们按一会儿再涂芦荟胶，就是我们炒着药的芦荟胶。现在鱼棍、芦荟胶还有土变成你们，我要土，我要土，我要芦荟胶，芦荟胶，我要鱼棍，鱼棍，三大样。中安牛蛋，倒数再放音乐。现在是耳朵按摩的环节。
现在呢，我们就用一下卢尔，为什么我说卢耳朵？我们要芦荟胶。芦荟胶还有牌子吗？这是什么牌子 ？Aloe Vera，Aloe Vera 什么牌子？好像是个没有中文吗？没有中文，不知道什么牌子。就是去超市随便买了一个容量大的，
上塑料袋的喷水。
天有好多船员都在，一片寂寥子。I am captain。不对，我们先抠一下头皮比较好。啊，又叫了！哦，又叫了！连续叫了两声，你们听到没？一次是哀嚎，一次是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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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那个声音模仿不来。送餐的人，然后我们开始梳头啊。你要买什么？你要卖什么？Thank you.
成了无克。其实你看，这样是长发，看，这样是长发，长发飘飘。然后，这样是地中海，这样是地中海，这上面是秃的，这样呢是无克。饿得我胃疼。是我今天睡得很晚才起，我睡到两三点才起床，然后所以就目前还只吃了一顿，我胃疼，待会儿下播了就去吃。不是减肥，我绝对不会绝食减肥的。我是今天睡得很晚才起床，所以吃饭吃得很晚。关小一点点。
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倒数，去把音乐开上。嗯。